你当阵讲要掠乌鱼哦，你只讲拄袂着。我甲你，嘿啊，你敢毋是拄着你？我要钓你食。走去打钓。走到鹿港去啊！啊，拄袂着你啊！好拄啦！好拄啦，嘿啊！讲啊，是像这安尼小只骨啦，那像这是正细骨，这长的啊，像我这是正细骨。嘿啊！这是轻不长啊。嗯，这骨算轻嘛。亲嘛，干那肉粽夹只，到这个四方只尔啦。是吼、哦。啊那，啊那上正手平入去，啊就转转啊。我靠！哎呀，我个，我咧调啊无味啊，佫古古个来，真正上面嘛，甲你好古个。迄落我早时啊钓啊。过花个啊！啊！你再一只钓哦。嘿啦。啊！你搞拍底吼。我无拍。你无拍哦。我。我几只？八条一只。啊？我是两啊，两啊。哦。大尾啦。哦。啊，两啊，幼的。啊，即尾就再几个啊？嘿啊。尾就紧啊。刷到石头吼。刷迄边才有，即边拢是哦。靠呀，嘛是拢乌龟啊。歹咧，歹啊。嘛是拢乌龟啊。歹啊咧。啊，即个是走去带。都一个散散啊，定来来伫遮，我甲看伊是敢若像原来交共款的吼，安若半副长的，也无啥外高钓的，我都，迄阵啊来伫遮，我讲，若来遮钓一日，若钓有五尾六尾，就出师啊啦。会啊。专工走去啊加等，我伊上次讲去啊，若钓有五尾，就出师啊。安尼我出师了，这了半条路走的，上济我捌钓到一公，唔知反死，迄个老七阿西钓三十七尾，我钓二十五尾啊，二十六尾。啊，你嘛出师啊？哦，啊，你讲老七阿西？对，迄个带迄个咩？因某啊，是到底呢？都常两个拢来米粥啊。是哦。哎呦，钓乌龟啊，钓到饱啊咧。要看下无信号啦。我讲。无信号啊，较好。本来搁在咸水种都无。是哦。咸椒一个种都无。拍一个招呼嘛无。连拍一个招呼无，直接甲你挖过就对啊。啊！我这空是去用拍底的，拢乌龟啊！你无拍底啦？无拍底哦。无拍啦！我早就甲人我。啊！到人才钓。遮即块是迄、那个我伫讲迄个讲钓乌龟出师，迄、那个是唔知遮即卖鱼仔才好好钓袂。是哦。有啦，钓着无同款的啦，无枪啦。有啊，我。我知到即马钓三个啊，伫伊迄个钓两个来吃钓一个。是哦。因为我弄五大块了，才我来吃，安尼钓钓较刺激。嘿嘿嘿嘿，那钓半道道的，这以为较无刺激。
较大尾。无。大啦，你去钓了，我看拢钓我只一仔，我拢钓了三仔、四仔、四仔外，安尼拢我拢五仔几啊。嘿嘿，啊，我唔会钓这啊。我只记得说，记得要看啦。行啊，咱就用它鱼。诶，像我那做大水哦，倒出去来，下水足正悬啊。对哦。固定啊啦。啊。固定啊，是哦。系啊，我较早用，我较早用拄好试看卖够老好嘞，唔真好啦，分分都出门的时候够好嘞，我就讲，哎呦，啊这只，这只嘴边够高啊啦，啊真正够香啊，钓来我偷的，哦，啊这狗啊，狗啊钓做啊大号的，要钓山鱼啊。对啊！我本来这是个南极，南极的温度太凉了。哦，这位接啦，对啊。哦哦，好不？没水哦。那。嗯，哦，是。一块瓜钓钓拢像安尼啦，一块瓜遐钓钓拢像安尼啦。伊遐钓上济，阮两个钓多遐咧，伊钓有啊三十几个。啊，我唔捌钓遐济，伊钓二十几个。我是拢有诶，无较少，伊遐钓无较少，我是无较侪有诶。嗯，欢喜就好。
在这里小玉那个多年不见的阿伯，大家聊得来啊。OK， 下次有机会希望再碰到他啦。我们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哦，大黄虫。少一只脚。